小黄，我们来到了云林了，谢谢妈祖，对，我们要过了西螺大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妈祖，还有谢谢路上所有的人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小黄。好的，这么安静哦。好，这么安静哦，这么避暑，不太像你。啊，不太像你。今天哦，我们的行囊多拍一点啊！好久没有在这样的时间走在西螺大桥上面，有黄昏，然后红色的桥，哦，就觉得好舒服。谢谢妈祖，让我们可以这样继续走下去。啊，那我很悠闲的。那不是悠闲啊，就终于走到这里了，然后走到桥上。那我们要补一下。哎呦，对，我们的那个二战，对。我都没有趁机打分的，打我自己的 MV 粉丝页啊，对，也要谢谢小黄，黄庆佳，小黄，谢谢他记录了所有的过程，让大家都知道他是最强的版主，记录妈祖行程的版主，他叫黄庆佳，特别为你介绍，这一段要剪掉，好了啦，小黄，好了啦，小黄，这个太狗腿了，这个不要剪掉，好了，这个我们频道不能广告不死。啊，今天好，今天是第二天的行程，然后来到了西螺，所有的人走到这里真的很不容易，谢谢大家，尤其是这两天太阳又那么大，然后沿路的人奉献了好多，真的好感动。我刚刚走到西螺大桥的时候，我真的眼泪好感动，是因为能走到这边是因为大家的关系，还有妈祖带着我们大家。看那个桥头好像很多人赞助。食物饮料特别多，真的，一路上这两天来，哇，好难说，很难忘，希望妈祖能够照顾大家，然后让他们能够一直持续下去，谢谢你们，今天不错，谢谢你们，好了。